今天加的是节节脆，酸辣生姜，太香了。好吃了，一包是258克，一餐炒一包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这个糯米粉的话，有绿色食品标识的啊。对，看一下咱们绿色食品，就在这啊。19.9块给大家发5包，29.9块给大家发8包。你们收到货免费试吃一包，觉得老了柴了不好吃的，直接退给我们，退4包或者退7包就可以啊。嗯，退全款啊。对。配料只有竹笋、水、食用盐啊。真的很好，这款笋子。因为我们保证不了这个笋子的长短，我能保证啊，咱们湖南的笋尖部分。它标注的就是原味的笋尖嘛，对吧？保证脆嫩鲜香。对，而且咱们这款笋子，他们收到货的都说好吃啊。对的，笋子它都是标注的原味糯米笋，我们就是标注的原味的笋尖啊，嫩尖尖，而且带绿色食品的证书，吃的放心啊。嗯，好好吃。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，那笋子去焖个排骨啊，焖排骨特别好吃。炒腊肉、炒五花肉多好吃。你就做这个红烧的排骨，你把红烧排骨焖好之后，有一点点汤汁，把笋下去焖个5分钟啊，特别香，那笋子好吃，你看都是带笋翼的嫩尖尖，很多人找我们吃笋子都不吃肉，因为这里面的笋子好吃一点。笋子可以炒，可以烩，可以炖汤，可以火锅涮火锅啊。对的，可以，还可以凉拌，什么都可以的，吃法多样啊。真的是脆嫩鲜香的，特别好吃的，就这样子的笋衣都有啊，特别香。对的，哇塞，你看，我哪知道这么好吃的笋子，嫩真真，视频躲在这儿啊，不知道哪里去买的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啊！哇塞，
太好吃了。开饭，先来个虎皮辣椒。香辣香，然后啤酒鸭，炒了空心菜，今天烧的都特别好吃，都是下饭菜。我烧这个啤酒鸭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多饭店都不及我烧好吃。你们如果是在东莞的，有时间你可以来我家做客尝一尝，我烧给你们吃，真的好好吃。